在董卿主持的一档叫做《朗读者》的节目的第二季，以生命为主题这一期中，请来了胡歌，浴火重生的凤凰。或许将我们老胡比作凤凰不太恰当，那不妨就把老胡比作是一名朗诵者。凭借《仙剑奇侠传》出道的胡歌并不是一帆风顺，小伙伴们应该都知道，他在经历了一场车祸后才涅槃重生。为我们熟知的胡歌，那场车祸中胡歌的左手抢救无效身亡，节目中胡歌从自己的口中说出，提到此处的他常红着眼眶，他的助手让他更深刻地看清了生命的意义，或许是迎合节目的主题，但更真实的是这就是胡歌的切身体会。经年历月之后，胡歌不再将他藏于心中，他更勇于将这件事向人们说起，向人们讲述生命的意义，于是有了一本叫做《幸福的拾荒者》的书。哈姆雷特是著名的四大悲剧之一，出自莎士比亚之手。在接受节目主持人董卿简短的采访过后，开始进入正题，由胡歌朗诵哈姆雷特经典独白《生存还是毁灭》。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，饱满且充满生命力的诵读声抛出了这个问题。此刻的胡歌似乎正处于车祸之后，痛失助手的那段日子，他对生命充满痛苦疑惑，对死亡又很恐惧。站在生命的岔路口，我们何尝不会像这样疑惑，向左还是向右，时常都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，更何况生存亦或毁灭。与死神擦肩而过的胡歌走出了这个死胡同，他在岔路口做出了选择，继续自己的生命，不仅要活下去，还要活得精彩。于是有了《琅琊榜》中同样是涅槃重生的梅长苏，好似有人为胡歌塑造了一个角色，这个角色非胡歌不可。既然你活了下来，就不能白白活着，这是与死亡擦肩才有的领悟。